咱即马咱开始来上课哈。来啊，咱这个四万块一科，大家拢有了解啦哈。好、啊、来啊，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哦，所签的哦，诶，日期，哦。1951年9月8号签约，啊，也生效，这是1952年4月28号晚上11:30生效，哈，也生效日，哦，加时间，但是因为这哈，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总有27条，哦，第23条，台湾就是美国主要占领权国。哦，这等一下，咱会去讲到啊，因为恁爱会记咧，哦，恁是84级诶，这个初级班，哦，恁的这个基数吼，恁爱知影，啊，因伫初级班内底，我无讲甲足深，伊若讲甲足深，恁会听甲无啥啥，听无等于你今日来遮上课的意义都无达成啊，哦。啊，所以讲，我会讲较简单呢，和恁的逻辑啊，恁的思考能力，恁即马就爱学习，免啊思考。恁若上初级班、高级班上完，咱的法律，这3-4点钟吼，你啊3-4天，你要从这605页的新台湾论读甲完，要拢完全会了解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讲，恁爱买册对看，吼，啊那唔捌的。咱来当地这个网站网络来的，哦，咱的官网来的，哦，咱来当发表这个意见，哦，再大概回答。啊，这个法律的论述来的啊，嘛足奥妙的，哦，这等下后边咱再来讲，哦，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咱即马讲的哈，就是这个历史。的部分，咱即马要讲的这部分，咱就会讲到法律的部分。哦，啊，这个当中吼，伊这个是牛车啦。我伊拄啊，若阁讲咧吼，阁接咧，时间未拄啊好，离咱休困的时间未拄啊好。哦，啊，这个伊若休困的时间，我拢会讲这个牛车。哦，牛车，这个牛车，这有一个囡仔，你知影吼？哦。对，这个叫做牛车链，伊会各做这个牛车链啊，囝仔这牛车壳啊，囝仔着牛车房啊，啊，我坐这较早我着坐牛车，这等下我会讲，这个牛车底啊，这个遮有又牵一条绳啊，这叫做牛料绳啊，哦，牛料绳啊，啊，这个牛皮啊，哦，牛啊咧卷牛皮，就是用迄个线吼。更酸啊！布红光光，安那对片更贵。哦，迄牛啊，安尼拢嘛要跳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牛片啊。啊，这个牛片的绳啊，对白对后边去哩，这个叫做牛片含。哦，牛片含这条绳啊。哦，啊，咱较早古早哦，咱的士大人有咧讲，人无聊，牛无聊，人无聊。哦，这个牛料丝啊，这个意义伫遮。哦，啊，咱讲话讲啊，将久啊，啊，无啊，有人更牛片，就是这个牛片啊。哦，啊，因为这个囡仔，我较早细汉的时阵，阮爸爸，哦，咱细汉这牛车就等于咱即阵的货车，哦，相共。啊，阮爸爸哦，迄阵拢用迄人啊，拢用竹米啊做的，啊，种迄鸡啊，哦，啊，去市场卖。啊！我即马回来，啊，拢买柑仔，啊，我坐伫个笼啊内底。啊，只牛啊吼，伊停落来，啊，来放屎。啊，放我也唔知啊。伊即马用个牛尿屎啊，怎个拱一个？啊，怎就随撞伊？啊，我怎拎落来伫个牛车卡？啊，伫遐咧哭啊！我爸啦看着讲，啊，你也袂讲，啊，我唔知你牛啊甲拱个，就随惊伊啊！啊，遐无。拄啊，囥个人啊，人拄啊囥伫人啊后壁，后拄啊坐，后拄伫遐爬柑仔枝啊，即我
印象足深的，因为我写过，我知影。吼，啊，这是讲者，大家伫这当中吼，啊，放较轻松的，因为咱今日的课介重，吼，啊，因为咱过去拢伫读书，啊，年岁较济啊，啊，足久无倒转来遮，吼，安尼上课坐几工的，我嘛足忝咧，我迄阵咧上课吼，安尼，啊，搁伫遮吼，啊，恁，我请问恁，恁昨暝睏了好无？我若来伫遮睏哦，那睏哦，我拢睏袂去，因为一夜啊吼，迄乌多麦啊，然后那较细只拢一百，啊那较大只吼就百二，啊那佫有较大只拢百五，安尼咣咣叫呢。吼、哦，我足歹睏的，啊我足浅眠的啦，哦我足浅眠，哦啊无要紧，今日暗时就较好睏，因为到九点吼，咱佫一个分组讨论。哦，啊，咱尽量即节课咱放较轻松诶，哦，放较轻松诶，啊，我尽量讲较精彩啊，哈。好来，啊，咱即马即个法律哈诶论述，咱搁做一个来探讨。因恁今仔拢是伫初级班尔，啊，所以讲，恁爱记诶重点，我会甲你强调，恁爱记伫啥物会恁。哦，这个是美国诶。国父哈，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哈，这个乔治华盛顿。啊，第二点就是国际战争法，第三点就是占领未当移转主权。哦，这就是对美国的陆军交战手册的第六章第一节第358条所延伸出来。哦，啊，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，这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第47条。这那不是我白讲，我白写，这拢爱叫法规法条出来，吼、哦。好、哦、来，啊，这咱的第四点就是讲，这个法治的台湾，甲政治的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五点就是讲，美金嘛会变色，吼、哦。咱也无看到嘛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第六点就是这个经济循环，吼、哦。这个是这个英格兰的经济学家叫做亚当·斯密，伊所提倡的。来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如果占领来当移转主权，即个拢总叫做美国，吼、哦，就像1830年到1840年这拿破仑的时代，占地为王，一占就到伊个啊。我安内像目前美国的军事向强，哎，若要凊彩来占一个国家，足简单嘛。哦，甲所有国家拢一半以上，即目前有194个国家。啊，拢叫做美国啊！好、哦、来，啊，这简单哈，啊、哦，您看者，好、哦，这个1898年6月12号，这个古巴即嘛是共产国家，哦，但是美国占着的时阵，伫1902年就会独立吧，但是独立了后，因古巴内底的人民无迄个共识。所以讲，希尔卡斯楚甲伊古巴的民政府政变成功，带队共产党去。美国有一个咧，台湾的咧，美国会惊了足小心，哦，会一步一卡因，伊会按照安那行，伊无爱阁失去台湾。台湾是亚洲，伊要重振亚洲，台湾就是首席圈啊，非常的重要。卖讲啥个，但台湾海峡就好。台湾海峡若成为伫中国个内陆啊，第一个死个就是日本。即一寡经济个效益相差偌济呢？相差足济，因即个海峡一天个当中有将近几啊千只个船啊伫来来出入，哦，即足重要。哦，啊，这关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波多黎克，哦，这已经美国甲占领已经干了106年，吼、哦，106年，啊，这菲律宾，吼、哦，啊，甲琉球，甲这伊拉克最近的伊拉克，好、哦、来，流亡政府的定义，这、就是对家己的领土流亡到他国的领土。未当伫他国的
就是讲伫个国家建立家己个主权，哦，这是叫流亡政府个定义。哦，啊，咱举一个咧，哦，当时是法国流亡伫伦敦，哦，叫做 French London， 哦，啊，伊比利时嘛是当时是法国，嘛是伫个德国家个战败，哦，啊，流亡比利时嘛是哈，比利敦伦敦这拢是，哦，啊，韩国流亡伫中国个上海。韩国伫1905年，伊甲日本天皇签一个朝日并合条款。这个并合条款内底的这个管辖权，哦，就是这个管辖权，伊交代予天皇。啊，家己伊本身就是伊的领土主权，要搁伫朝鲜的皇帝里，哦，所以讲爱流亡伫中国的上海。叫做 Korea 上海，哦，啊，中国流亡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哦 ，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哦，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来，啊，这个在2009年4月7日，美国联邦法院，哦，所判决的。第一点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哦，这咱拄啊阿毛同心吼，哦，来问，哦，咱是无国籍的。第二点，就是本土台湾人伫国际无承认的政府，哦，咱摕这张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出去，哦，包括中华民国这个 passport 啊，这不是 passport， 这是迄个墨绿色的出去，人拢会叫你惊。诶，意思，你若请伫出国，你就知道，要入50块美金啦，要入100块美金，吼，哦，这就是流亡政府啊。第三点就是本土台湾人还阁生活伫政治诶联络，咱还阁咧选举嘛，吼，哦，咱还阁咧选举。啊，伊中华民国伊嘛足巧，伊知影伊流亡政府，伊爱甲恁遮咱在座啦，吼，哦，诶，这个台湾人。对选举，伊个选举要超过50%以上，安尼伊才会当伫遮生存，吼，哦。如果那伫49%，安尼就好啊。美国伊亲身就爱来处理，哦啊，所以讲伫即几工当中啊，有遮学运，哦，霸占立法院，这是违法的，是违法。为什么以美国敢支持嘛？如果你台湾民政府若执政，以后你所面对的话，嘛是会面对到这個。哦，所以讲，咱的法律咱一定要定个足好势。为什么你这学问的产生呢？就是你本身你有敢选举，你爱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，你有定定这个条例嘛？哦，比如讲你选举，你有选举权，你冇罢免权，冇否决权啊！你就卖个算得好嘛！啊，你即卖你个算掉啊！伊嘛是以689万票中选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安尼要个罢免是违法啦！你个占立法伊嘛袂使。哦，这是伫遮这个详细讲，大家好，哦，做参考。哦，啊，第四点就是讲，台湾要个是美国军事占领，哦，这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23条 ，A， 哦，美国要个是台湾的占领中。第五点就是行政单位伊要主动协助原告所有的诉求，这伫这个2006年，哦，2006年10月24日。哦，咱秘书长顶带228个去控告美国的国防部，又控告四个单位，美国的司法院、甲美国的国务院，包括奥巴马。你甲想有对一个国家，包括咱台湾，有对一个政党去告美国，啊，要告美国是要用啥物来告？政治是免诉，咱是用人权去甲告，
吼，就是这点。咱拢生活伫政治的联合中。奥巴马伊是一个人权律师，咱若一条按个过，奥巴马会落台呢？哦，我今天讲伊可能有听到。哦，伊嘛爱履行这个承诺。哦啊，所以讲伊伫这个月4月23、24，哦，伊会去访问天皇。这个访问了，这个就是这个生死门啊，会足大的变化。哦啊，这是咱控告了后，渐渐有在做无？有在做，包括。美军的路，中华民国进军队拢是美军在控制，吼、哦、啊！伊迄个国油啊，迄、那个车联牌迄种嘛，浮雕啊，吼、哦、啊！即马即个新德，哦，迄个乐山，迄、那个雷达站，完全拢是美军，吼、哦！这有足济啦，包括伫2012年的5月20号，伊上任了新闻局。甲拆落来变做新闻处，哦，啊，咱伫迄阵6月26，咱才开始订7大报的报纸开始订出来，迄阵到即个报纸的珠类，包括恁即马看的即个，哦，咱我那开1000多万的即个广告，哦，包括咱所印的纸，拢是100磅的纸，拢上好的纸，哦，咱无凊彩用，因咱政府要用的物件，哦，包括咱过日本嘛，拢穿西装，穿一式拢是穿西装。哦，足壮观！因为美国人、外国人看你穿黑西装，这个人伊会非常的尊重，不是黑社会在穿的啊！吼、哦，这黑西装伊会看足尊重。来，这是美国的国父哈、哦、George Washington， 伊伫1978年诶7月7日，伊有甲美国的国会借两本册。经过221年了，伊个基金会哦带来向美国个国会，其中个一本册就是《万国公法》。你甲想看卖？你美国总统伊爱受伊个宪法第6条个修正案规定，你做总统你袂当讲啊，我做着总统，我要做啥物拢会使？无可能嘞！伊爱受着《万国公法》这个宪法内底甲伊规定。你有做啥唔对，就是像伊，咱甲告者，吼、哦，伊若无履行，咱会当去甲告，伊是战犯呢，会落台呢，哦，所以讲伊拢爱照这个程序来，啊，咱会当等袂，咱会，咱会当等，但是袂当等伤久啊，哦，各位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是你伊。迄阵已经做国父啊，哎，做总统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车加221年，伊呾来行，后、哦、来啊，这是上一个叫做战争法，吼、哦，战争法，吼、哦，就是1907年、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，哦，这有百几条的判例，这有关战争法，啊，这是日内瓦和平公约。第三点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总章程，有关战争法的部分。这个红十字会为什么？你甲想，咱有捌咧看，当然啦吼，咱无亲身战争参与战争过，但是咱会去看到战争片，而迄个当中，咱有伊迄个义务兵有穿迄个红色的衫，还是讲伊这个袖口加。有挂迄个徽章，就是实际的，哦，这就是义务兵。这义务兵伫战争法内底有规定，你包括伫盟军还是敌军，你拢总袂使去甲拍着这义务兵。但是伊的责任，伊就是爱将伤患来救活，哦，受伤，哦，这是这是一个红十字会的。战争法的部分啊，这的判例嘛是有100多条，哦啊，包括伊这个吼啦、哦、有救难，哦，就是讲咱的9/11，吼、哦，还是美国的9/11，啊，加这个3/11，吼、哦，准诶，去年这个芝麻面，
哦，迄拢是拢有这红十字会。我、哦、来啊，第四点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，这是一个判例，是一个惯例法，唔是成文的诶，这个条文。哦，伫战争法内底伊规定，哦啊，啥物会这无合法？哦，意思是有一个惯例，一个惯例法呀。哦啊，1904年美国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部分3000几条判例。咱拄啊，迄条吼，伫第306章第一节358条，迄个对家出来哦。来，咱即马讲到这个法律的台湾，甲政治的台湾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的顶头上司，吼、哦，就是 AIT 啊 ，AIT 就属美国国务院管的哦，头家拢是美国总统，但是台湾民政府。就是属美国军事政府伊个顶头上司，顶管就是公布。其实这个直接这个中个美国军事政府是伫美国，伊无内底，内底无这个军事政府，但是伊个编制，只要若战争，这个公布有一个单位，就是新生这个美国军事政府就出来啊。哦，这就是咱就是。建白宫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伊就成一个美国军事政府。啊，小港顶啊，拢是一个美国总统。但是咱即摆来讲到这流亡政府，咱拄啊有讲到，这个殖民地，吼、哦，就是主权权利，咱建白了，就受着这个殖民呐、啊，伊马英九伊无这个义务嘛，啊，所以讲伊只。看准台湾人不是人，看因中国人但是人尔，所以讲你也看伊中国来遮的囡仔学生囡仔来遮读册，一个月是领3万呢，即摆变5万咯，减不掉啦，吼，无要紧，咱无想分开，吼、哦，我知影啦，我有那足分开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就是无公平的所在。69年来，中华民国的占领军来台湾，伊都两项做袂到嘛，公平甲正义，哦，公平跟正义做袂到嘛，哦，所以讲，咱袂当阁保持原状。那保持原状，咱来救咱阿公阿嬷这孙啊。就是台独的第一人选，哦，所以讲咱这代内底，咱在来进入来这受训，咱知影这个法律了，咱会来个讲咱所捌的，咱一定要知影足清楚，法律袂使讲唔对哟。哦，你像这个，我拄啊有讲台湾民政府，所以恁摕到这个台湾政的这个身份证，是伫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。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哦，伊个管辖下面，咱呾进台湾政府试行运作，哦，这个试行运作就是咱即马目前中央政治局、甲中央事务局，啊，佮有一个中央决策委员会，落来参众议院，啊，佮一个黑熊部队、乌熊部队。咱今就是在试行运作，所以讲美国伊嘛知影讲，咱台湾政府这个身份证是一定咱会接到政权，所以讲唔免阁互你即马台湾民政府阁换一届，直接到你用台湾政府，这天也人解释好清楚呢。咱要请身份证，爱阁请日本时代伫1945年到会找伊个进程，对台湾人的定义就是伫遮。迄阵的本土台湾人，甲伊的后代子孙，咱要请身份证，爱真麻烦。既然有人用印的300块，按咱要相信？你甲想讲，安尼迄是无效的证件，甲你是伫个国际上有效的证件，还是差天甲地？迄是有晶片的呢。咱以后用这张身份证算出来的总统是世界有声音的呢。咱这张身份证，包括伫日本、
嘛会当使用。伫美国入去国务院，吼、哦，我相信恁也伫高级班，吼、哦，因遮有戏的人，伊会用这個影片互恁看，会当证实。啊，咱这张 travel document 这张旅行证件啊是金黄色的，这张咱啊摕到，咱去美国的海关，咱会征求十个，哦，咱的同心过遐。入关了，咱就会宣誓，会甲因吼翕起来。这张是有效的证件。啊，到迄一天，本土台湾人甲这中国人安尼就分开去啊。吼、哦，伫遮就分开啊。啊，这个台湾民政府，吼、哦，伫美国的军事政府。架构下，哦，我都要讲，哦，哎，一定要伫伊个架构下，那有一个保护伞。你拿进目前另外叛变的迄个台湾政府，顶啊是无人，哦，伊若伫你当局要甲你处理是会当甲处理哦。但是呢，咱伫伊个架构下成立，哦，咱人家要入来迄个大门，还有一个台湾政府。诶，这个扛棒做大机，但是咱去白，咱是台湾民政府架构下成立台湾政府。哦，这点我一定要强调，因为这一句啊，这个死无唔对，啊，就全部拢唔对呀。这个真真正正的原文，就是台湾不然整个。台湾民政府伊个原文就是这个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，啊那讲长恁都这台湾民政府恁都呼个菩萨啥，佮甲你讲到香港对美国遐伊，哦啊所以讲咱一定爱足详细的了解安尼代，以后咱要甲人讲，那袂听唔对，啊伊那你甲讲无详细，哦张三啊佮传互李四。啊，李四佫讲讲的，佮哪个拄着一，吼、哦，那较臭肥就是啊，大大个啊讲讲，啊恁台湾民政府佮诈骗集团佮哪个讲骗，吼、哦，安尼都唔对，吼、哦。好来，我佮举一个例，互恁听，这个呢就是上界实在的，吼、哦，咱拢会举例啊，啊，这拢是事实咯。高雄县合并高雄市，吼，这是咱之前的五都选举啦，吼，五都的选举。啊，台南县合并台南市，台中县合并台中市，请问台北县在袂当合并伫台北市内底？敢无人知影？对，如果伊在是安那，爱个是一个。新北市，你台北县内当甲台北市合并，请问，遮个拢总会当合并，安尼规个都拢变，伊就会当就地合法啦。所以讲，因足知影啦，因足早就拢足清楚个呀。啊，拄啊，咱遮个戆台湾人，哦，唔是国语啦吼，是咱遐戆台湾人无法度通去理解遮个。这拢是一个例呢，这足熟悉的例呢。伊是安那太歹，哦，啊，遮都台中县的会当合并台中市啊，啊，高雄县甲高雄市嘛袂少人啊，啊，是用这样敢骗，哦，啊，咱是知呀，台北县袂当甲台北市合并的原因伫伫遮，你若合并啊，台中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都拢总。夹夹做的都拢伊个啊！哦，安尼这点大家有了解无？哦，来，阿伫蒙特维多内底的公约，啥个叫做国家？国家的即个四大要素，第一就是领土，第二爱有政府，第三爱有人民，第四你爱。有选举制定宪法甲外交权，来
咱第一，咱来看中华民国，敢是台湾？毋是嘛？对无？所以讲，这个领土你就无法度啊。第二，这个政府敢是咱台湾政府？毋是嘛？哦，是流亡的政府。第三，咱嘛毋是中华民国国民，对不对？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。哦，啊，你甲想，第四点，我拄有讲过，因的宪法，啊，甲外交权，这是无人承认的。伊说，交的拢是啊小国家嘛。哦，较少的国家，较小的国家。你今日，咱也是大，咱这块土地顶啊，还阁有头家呢，就是咱的日本天皇。哦，这你若要讲解说的时阵，你要把这个主权、权利、甲主权义务，你甲跳开，安尼你在解说，人就听较清楚啊。哦，伫这主权权利，咱来找间教育的，人间讲的，日本放弃主权权利，安尼就是台湾就回归中华民国啊，这是唔对的，唔对的解说，吼、哦，因还佫有一个义务。哦，哎，这点这个，咱就会当佫较清楚。哦，若要选举讲，哦，你来选了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哦，你袂使佫讲对呢。那讲到秘书长会来讲，会个骂呢？吼、哦，唔是啦，伊若讲要你唔选了，我要选了上，你若讲爱选了，我家己。吼、哦，然后听到啦讲，啊要选了上，选咱家己就好。这阮听足济啊啦，较早拢唔知影咧，国总啊嘛开足济钱。好、哦、来，这个金门大学。金门几个人？两三千人尔。这后壁，这后壁阁有呢。吼、哦，中华民国行政长官公署伊已经要走啊。吼、哦，这老人伊金门做安会就知影，这拢开咱的钱，开有够济钱的呢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哦，实在讲诶。我嘛唔知要哪讲啊！啊，台湾人我都是要讲，按着哪正正个安尼烧声。啊，咱秘书长讲，那讲未听，咱就甲放弃。换一个人，一百个人来讲一个就好。哦，各位拢总是有智慧的人，聪明无代表有智慧呢。但是伫智慧包括来聪明内底。哦，啊，各位咱家己鼓励者，拢总有智慧的人。哦，啊，这是金门大学啦，哈、哦，我大概伊是用这个名称啦，啊，其实伊是这个行政长官公署。好、哦、来，啊，这个中国人，伊除了伫这个金门大学以外，伊个有一个平潭岛，这个是平潭岛，诶，这个近景，吼、哦，拢总是沙漠、山峰啊、蓝啊。南顶冠就是一个峰，啊，顶冠一个山嘛，叫做山峰，吼、哦。你甲想，我正即个看影片哦，这几台怪兽，这是一两百只怪兽在画呢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甲想，伊伫2011年12月25日开工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来甲看。这爱起甲像安尼。等于一个杜拜小港，哦，你看看，伊这是一个，遮拢起甲足好势，啊，遮会当放600万人，进目前的宋厝路就是伫遐，哦，伫遐，你该想啊，咱罗岗遮7条外，大部分的钱拢伫遮，哦，大部分的钱拢伫遮。来，回乡变聪明，风力发电最佳选择。请问，伫台湾遮用啥？
对不对？合适别个去，讲到这个合适，合适是当时开工诶，咱可能唔知啊。伫1999年的3月7号开始开工，伊个编的医生偌济？伫国际标是700亿俩，用到好开始运转是700亿的台票啦。结果伊编的预算是1400亿，1700亿。这个1000亿走一堆，啊！即卖你甲想，阿边啊中算了，停一阵啊！即卖来伊阁换3000几亿，啊！这拢咱的钱呢，吼、哦！当然伊这个风力，这一支是1亿的代票，啊！伊即卖要租好，用吊车安尼吊起去，啊，柴油好，安尼是200万。啊！你来看这开偌济钱？好、哦、好啊，迄咱卖看，迄个有啊卖看，看落要惊死。来，咱即卖这美金，吼、哦，美金会变颜色，就是当美国伊个经济有小可变动的时阵，伊会将伊个美金改换这个色滴。是安怎？比如讲，伊有10条，而这个美金。其中的2条就是假钞，啊，迄假就是伫洗钱用的。洗钱你知影啦吼，唔是当像安尼咧甲洗用水洗的呢，迄唔是吼。哦，这是这个美金变颜色，这个吼、哦。来，啊，这个是这个经济学。哦，经济学，这个亚当·斯密，这个经济学吼、哦，你甲想，这个有法度他掌握全球的领导人，伊的头壳、伊的智慧，包括进来的。哦，这个经济学就是讲，伊这个你一定袂当讲一点负数啦。你若一直复苏的话，就变作通货膨胀。伊一定爱到这个点了，啊，慢慢吼萧条落来，当衰退。这头底30年，伊一个经济循环一定爱有一个循环，无可能拢一直做好啦。哦，啊，你甲想马英九，伊都无读过经济学。所以讲，换个台湾安尼哦，凄惨为忧。咱进一个大学生，安尼毕业出去，要30000块，都拼价呢。我请问在座，然后伫这上班，一个月领上5万的无？无几个嘛？啊，你甲想？薪水无起，物资一叠起。我较早20年啦吼，这个gas一粒360块呢。我伫遐一工800，进一粒gas850。当然啦，是无逐工叫gas啦，逐工叫gas就害伊啊。吼、哦，做生意迄另外啦，嘛有较俗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这是逐项物资电。加油！伊只要点个油，一直甲你起就好。啊，其他周边的附属品都拢一直起啊嘛。哦，伊嘛足巧的。哦，啊，这是一个有法度他伫全球领导人内底，伊也包括有这个智慧，伊当有法度他做一个全球的领导人，好、哦。这个是我2012年，吼、哦，阮过日本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我伫这个惊啊，这个，我伫这个小姐吼、哦，伊这漳州人看无啊，啊，所以讲我那甲细弟个惊哦，啊伊个有个鸡毛，啊鸡毛个惊迄就是我，吼、哦，鸡毛这惊啊这个，啊我拢当下我看无。啊！甲阮囝讲啊，我伫这个
伫这个高砂族诶，这个囝，安尼就看会到。嘿，好啊，这吼，这是伫这种原木，这种伫较早日本时代伫咱遮运过，这种原木，这是大门。哦，这足芳诶，这掀落去足芳诶，拢咱遮载过着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阮是上济啊，220个来。吼、哦，讲到遮吼，我当讲这个故事互你听，因为这个是靖国神社诶外殿。啊，你若内殿是伫这个搁入去，毋是伫遮入去哦，袂使。惊，才有一个会议室。啊！迄阵足寒，我是迄天是零度。啊，阮伫会议室遮吼，伫遐开会讲讲的了。啊，对伊个囝仔会议室囝仔有一个门，啊，对遐行落。啊，伫因内底收收啊，迄个出去吼，零度落雨，当啊，迄袜啊，佫穿一双，啊，当行迄房啊，酷酷掉，有够寒，零度啦。啊，我毋捌过遐寒的。啊，因为吼，阮三姑就是伫进内底。我即马讲这个故事吼，因为咱时间要有，我阁讲一个，嘛得要无啊？安尼后边呾讲好啊？啊无嘛讲一个好。我细汉吼七岁时阵，咱拢会等于外家嘛，对无？啊等于外家是啥？咱做囡仔都拿有领红包，阿妈红包互咱，阿公红包互咱。啊，佮煮者青菜予咱食，啊，但是呢，阮食食的吼，我着用迄滴吼，托一个鱼丸啊，啊，着走出去外口佚佗啊。啊，食食的吼，倒来，要佮倒来托鱼丸啊时阵吼，我着是讲有听到人伫哭，啊，着是阮娘伫哭。我怎咪一摊物件，我当佮听，伊讲吼，阮阿嬷有甲阮娘讲，讲啊，恁三姑倒去南洋做兵，啊，着拢无倒来。啊，迄个时阵啊，咱的四大人拢在做农业，无时间哈教囡仔，拢是咱的兄哥在哦，兄哥阿姐在照顾小弟小妹，所以讲因迄阵的感情非常的好，是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因为阮娘就是伫阮阿嬷伊上细汉的，啊，我嘛是伫阮娘上细汉，人讲弟妹啊，哦，上细汉的。啊，我嘛唔知影啦，所以讲囡仔他会知影南洋、太平洋、西洋，迄咱唔知。甲我读国中三年的时阵，哦，啊，阮迄个年代啦吼，甲恁即卖周休二日是无同哦。阮迄阵拜六还佫读一波，哦，你若知影，咱拜六迄阵还佫读一波，啊，礼拜当休困，啊，休困的时阵哦，阮娘就载我去溪埔，迄阵拢大饭嘛，去做工课。啊了食饭饱，啊伊伫树仔骹，佮讲起，讲伊足怀念因三兄，就是阮三姑啦。伊较早拢足照顾伊个，啊家己吼讲甲咧哭。啊我嘛毋知影，到我大入台湾民政府了，呾知影。啊但是因迄阵吼有迄个领抚恤金啦，吼伫基本时代有领个抚恤金，无介济啦，然后十几万有。啊！我入来的时阵，我那听到咱秘书长讲，讲咱较早伫基本时代去南洋战争，就是咱拄仔看个影片个高沙义勇军，底下有靖国神社内底有39,100个英灵伫内底。迄伫幽州馆，恁若假使讲有机会去日本，吼啊，咱这个团队台湾民政府入去靖国神社，你一定爱去幽州馆看，吼、哦！爱去幽州馆，这拢咱真真正正历史伫因内底。啊！我是迄伫内底哦，其实规个拢咧哭尔。迄个年岁较济，规个也爬袂起来，足寒，真正有够寒。啊！迄内底，阮出来了，阮拢穿乌西装出来，吼、哦、出来，啊！因伫囝仔面上，因徛咧甲阮惊咧。因心目中，伊就想讲：恁为虾米恁有法度通入去到内底？内底是？一般日本人的民众，一世人伊无可能入面呢。内殿拄啊有三种人在拜呢。第一就是日本天皇，第二国会议员，第三就是市长、
交接的时阵，这三种人在拜呢，其他一般民众拢伫外殿，哦，都伫这个外殿遮，哦，啊因无家乡，因拢手拍扑啊拍两个啊拜一个安尼呢，哦，这是伫我这边过五天，啊，咱唔是去遐佚佗，咱拢伫以考察的迄个心态，啥物叫做国家？你爱去看人个国家个人民个素养是安怎？迄街仔路你要看到分渣啦，看到白土片，免想，你看袂到。啊，人个教育是有够好呢，哦，所以讲即嘛，讲到这個教育，阮底下嘛人食薰啦，人食薰人规规矩矩，咱着五六个啊，伫迄个哦吸烟区遐啊，着遐食，啊，咱遮毋是个，哦，像我昨去载阮左囝倒来伫屏东车头。警察伫囝仔遐咧，伫翕相，伫翕个奥多麦违规个，啊囝仔伫咧食薰，食只呾随个弹个，脚个打个，安尼伊嘛毋知。啊，混在来满满是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即嘛爱学习啦，吼、哦、爱学习，爱将较早歹个行为，咱爱甲伊改掉，吼、哦，啊咱来甲伊改掉。你爱记个，咱以后是一级个主管，你免惊烦恼无薪水啦。那伊即嘛一级个主管，伊。中华民国来讲，上少十万以上呢。咱三倍啊，三十几个，三十几万。咱若是讲一家口有五个，一个月领百五万，啥会变较好？对不对？安尼免烦恼。咱那接到政权了，咱以后上班，咱上十个月尔，两个月拢要让咱佚佗，安尼来唔好。咱上十个月尔呢？啊，两个人来佚佗，咱也要来法国，也来看迄个巴黎铁塔，哦，来翕相，嘛足好个呀、啊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是二丁桥，哦，二丁桥，足水，哦，有够水个。我是吼，捌看过江水个景色。二丁桥头一个门，伊个足大个门，爱五个人搭煞会开，啊，入面搁一个小山轮啊。去哩，当地个二重桥，啊，那过，当个黄，迄、那个广场，吼、哦，迄足快。无跟恁讲到上过好，是搞恁若想讲啊，无来佚佗，真正有需要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幽旧馆嘞，头一个就是临时战斗机，就是咱拄仔看迄个临时战斗机。哦，这足原版嘞，拢伫遮，恁去就是爱遐翕相，哦。哦，啊，这个在2009年的时阵，12月15日，哦，日本天皇甲习近平见面，因为你要甲日本天皇见面，伊是要经过美国有关单位来安排，唔是讲我要来见天皇就见天皇，无可能。啊，因见面的当中在讲安怎，习近平甲日本天皇讲，哦，伊迄阵是要阁做总理的，伊讲。啊，阮即嘛，中国的经济有较好，是毋是？你台湾来陪阮？但是天龙甲回答啊，伊伫遐讲二十四分钟尔。天龙甲讲安怎？阮丰足啊，物件阮无得卖呢，啊无得卖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偏望在等呀。哦，所以讲伊伫遐讲24分钟尔。咱即嘛吼，时间剩无偌济。我即马就是讲，咱在咱这代啦，咱只要甲是知影这个历史的过程，哦，啊嘛，咱嘛知影伫遮所有经过，咱今日咱所要做的工课，哦，我讲的唔是讲讲到遮战争的历史，咱就爱战争，还是创啥？唔免，咱用这个笔就好，哦，这个笔。这个笔啊，是比刀卡来比枪支搁较尖。这个笔落咱秘书长去夹就好，这个较重。啊，咱呢，咱靠咱这个嘴，把咱的法律读好好，出去啊，把咱的亲戚朋友甲讲讲话，较侪人会当去了解。咱这代若无将流氓政府给结束，伫台湾占领。咱的下一代，伊敢有资格？伊是无资格嘛，无迄个责任来接受流氓政府的扭曲甲欺骗。咱的下一代应当爱过着快乐、幸福、
美满的日子，你讲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啊，我就讲到这，感谢。